在政治比赛的时候，刚刚乔丹讲过，对手已经有一次比赛的经验，所以在场上面他们的紧张程度跟手机程度比较高一点，紧张程度比较低一点。但没关系，我们上场就把自己心态开拓做好，不要输给自己。很简单，失误就是自己产生的失误，都讲过的失误应该尽量避免掉。再来，外场的人在攻击当中一定要先看，尤其是你有攻击能力的人，你应该要先看说他攻击哪一边的人或是谁。好，不是上去用挑抢的，还是一样角落的先打，旁边的先打，清楚吗？没有完全一个先打，在打当中基本上第一个稳定我们的分数在里面，第二个他出去外场的人不会影响到我们内场的，所以这里先你要要快速一下，外面的变多的里面的就不会先顶，因为接盘的速度变快了，反正我们出去解决变多的变快了，好，这一个人可以，那一个角度大家就直接好直接做来我直接做在那边抢，你要注重，不如做好一点，做别的动作，你一边被接一边踢，不然你打地板下去，你那个台子连接都不能接，好像对伤的，不是你一丢，那可能我有传板，传了跳不回去，但是没有这个，那个人接得起，快传的人，或是啊，传板的人应该抬头对对的，好，那这样子。待会呢，我们在这一边的练习区，两边9公尺，先练习一下快打的转跟接，好，起立，来，站到这边，那你在这边。